大家好，9月13日星期五，今晚我继续想同大家讲一讲体育专员黄德森的辞职的续文。今日咧就有好几位官员咧出嚟咧就呢件事件咧有讲法嘅，当中有政务司司长啦吓，亦都有咧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不过咧阿黄德森自己啦吓，本人咧就冇出声嘅。咁从佢哋嘅发言啦吓，即系去睇翻咧件事啦吓，就睇到当今咧一啲嘅官场文化，亦都睇到咧吓政府的處事方法，我覺得咧都幾值得咧同大家咧去講一講。咁另外咧，我亦都睇到咧一個新嘅情節。咁對於黃德森點解選擇喺呢個時候辭職咧，我覺得可能咧嚇就呢個新嘅情節咧都有一啲關鍵嘅影響啊。咁所以今晚咧都想同大家傾下呢個問題。先講咧，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講咗乜嘢先嚇？嗱，楊潤雄咧就係剛剛由北京翻嚟嘅，佢喺北京就訪問咗三日，咁啊，即係俾記者問及咧啊體育專員離開嘅問題啦嚇。當中即係在我聽嚟咧，最聽到耳仔喐喐嗰句咧嚇，就一定係啊楊潤雄話香港係有選擇工作嘅自由嘅嚇。哇！呢句説話真係充滿住想像力啊，可以令人充滿住想像力，咁咧就無限嘅遐想。咁喺咩情況下會講一句咁嘅説話咧嚇？多多少少啊，我覺得呢句説話都有啲晦氣成分啦，係嘛？即係你中意點就點啦嚇，你中意咁就咁啦嚇，你中意走就走啦嚇咁。咁類似咧有一啲咁嘅情況，咁似乎顯示咧嚇，阿局長咧就即係麻麻地嚇，對於阿黃德森呢個辭職嘅選擇。咁所以呢句説話咧，即係聽在耳中，係咪更加顯示咧嚇？嗱，今次咧呢個辭職就表面上咧就係和平分手啦嚇，政府咧就都係好大局為重嘅一個講法。咁但係事實上咧，就政府係有啲不情不願嘅嚇。咁啊，應該似乎係黃德森咧採取咧一個嘅主動嚇，咁啊劈炮咁啊唔做啦咁。咁嗱，事實上你見到政府咧，我話佢大局為重，真係噶，佢出嚟嗰個講法咧係相當嘅得體嘅，即係譬如以楊潤雄啦，咁就咧佢講到咧就話。都好啊！即係舊年咧去請阿黃德森，咁啊都係咧好開心可以請到佢啦嚇。咁另外咧，政務司司長亦都話咧好感謝咧黃德森啦，過去一年咧就都有好大嘅貢獻嚇，咁就多謝佢嘅。咁同時咧，其實昨晚份稿啦，亦都一樣啦。昨晚政府第一次出新聞稿講呢個體育專員辭職啦，亦都表示咧係對於咧佢嘅。貢獻啦嚇，對於佢都係嘅貢獻都係表示多謝啦嚇，咁亦都祝佢啦嚇，即係新工作咧嚇就樣樣順利之類啦嚇。咁所以咧，政府咧表面上都係好得體嘅，咁但係呢個係表面啦嚇。咁調翻轉咧，其實你大家睇到咧，今日咧即係當個新聞咧，尋晚出街咁，今日見報啦嚇。綜合而言咧，如果睇翻今日嘅報紙咧。就有好多消息人士咧去放風，咁當中咧就講阿黃德森咧係點解會離職咧？個口徑係好統一嘅，咁大概嘅講法都係咧，黃德森咧咁佢就即係作為一個咧之前嘅精英運動員啦，咁咧進入政府咧就唔熟悉政府架構，咁所以同咧公務員咧就融合唔到啊嚇。例如尋日星島咧嚇最先嚇即係當有線。新聞爆咗呢個黃德森辭職呢個新聞之後咧，咁星島尋晚已經出就話，啲內部人士咧就覺得咧，黃德森咧做嘢咧都仲係以咧運動員個角度去睇問題，唔能夠咧嚇宏觀咧咁咧去睇個體育政策嚇，咁就係講到佢嘅不足啦。咁跟住咧，今日明報咧都係有類似嘅觀點嘅。
就話誒，因為咧做呢個嘅體育專員啦，哇，大量嘅文書、大量嘅即係文件啊嘅工作啊，咁令到咧阿黃德森咧就好吃力嚇，即係明報係仲吃力呢個字，真係咧你睇落就覺得佢應付唔到啊，咁所以咧。即係啊，無論星島明報或者係其實類似其他嘅一啲嘅傳媒咧，佢去報導引述消息啊，全部都係引述消息嘅，就唔係話政府出嚟誒邊個邊個出嚟講，阿司長冇講，阿局長冇講，咁咧，但係呢啲引述消息啦，多多少少咧都係有咧對啊黃德森咧嗰個能力咧係有啲咧負面嘅講法啊，即係。能力不足啦，簡單嚟講就係、是、嚇融入唔到啦，公務員系統咧個架構佢做唔到啦咁。咁嗱呢啲咁嘅放風咧，嗱、在我睇嚟啦嚇，嗱、你話黃德森佢以一個咧專業運動員咁加入政府嘅架構度做嘢，即使佢加入政府之前啦嚇，佢曾經喺一啲體育嘅組織，例如咧乒乓總會啊，例如冰球總會嚇、啊，做嗰啲高層職位，佢係乒乓總會嘅即係行政總裁啦嚇，咁、都係高層啦嚇，管有少少管理嘅嚇，咁、但係同政府咧始終係兩回事啦，政府成個咧架構咧龐大好多，咁、所以咧你話即係以佢咁樣空降入政府咧去做一個咧高職，唔係咧。融入到啦嚇，唔容易融入到咧，呢、這個咧係好容易理解嘅，即係所以咧呢個咧，我相信啦嚇，都可以話係咧係符合事實嘅嚇，即係驟耳聽嚟都係好可信。咁但係融入唔到個架構咧，其實係可以咧係兩種唔同嘅論述，而且係完全唔同嘅論述啊！即係譬如舉例，你可以調翻轉，即係用另一個講法就係、是、係啊，黃德森咧嚇，即係入咗政府咧，係冇辦法咧融合咗嗰個公務員系統。點解咧？咪政府官僚咯。嗱，阿黃德森咧就好有心啦，咁作為一個運動員就去推動體育政策啦。但係咧，啲官僚啊，嗰座大山啊嚇，哇！啲即係。好多嘢咧，又程序啊，又點樣啊，又咩啦嚇，就阻礙咗咧嚇佢嗰個雄心壯志啊，即係樣樣咧都用，誒、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咁。咁而且咧，嗱唔淨止公務員嗰座大山嗰座官僚喎，其實體育總會咧都係啲問題嚟喎。大家見到而家譬如尋晚拍片都提過啦，黃德森入咗政府嘅時候咧，都連續爆出咧有幾單嘅新聞，例如。在去年杭州全運會沙灘排球的代表明明是可以有資格參賽的，就是他有好的成績就拿到是可以參賽，但是最後就因為體育總會那些官僚啊各樣的他又不可以比賽。同樣方力申的泳會那個小泳手又是他明明就個成績是足以去參加錦標賽，但是就因為係啦，又係官僚啊、制度啊、架構啊嗰啲咧，佢又小泳手又唔可以即係參賽啦，因為咧話啲泳會個級別咧嚇唔夠咧，唔夠高咁，咁最後要方力申咧，基本上就係要即係發起一個咧嚇全港嘅支援啊，因為方力申咧就要將件事咧報導咗出嚟，咁啊引起咗全港輿論反應，咁先至令到咧嚇呢、這個。游泳總會咧低頭咁啊，俾到小泳手參賽啦！哇，真係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啊！咁所以你睇到呢啲體育會咧嗰種官僚啊，咁咧，而政府雖然咧呢邊係政府，嗰邊就啲體育總會啊，咩港協暨奧委會啊嗰啲啊，表面上係唔同嘅組織啦。咁但係大家都知咧，都好多嘢咧啊，即係合作咗咁多年，都已經互相依附啊，互相嘅支持。咁所以呢座官僚同嗰座官僚咧都連成一線嘅。咁以黃德森空降入政府，去獨立對抗哇嗰兩大官僚嘅聯手。即係佢邊有得鬥咧？係咪咁？所以嗱，呢個如果係呢個論述咧，即係又唔同啦。同樣係話咧，一個空降部隊入到去政府度咧嚇，冇辦法融入公務員嘅架構。咁但係咧，就係、是、另一回事啦。就係、是、即係壯志未酬啊！即係簡單嚟講，就唔係好似咧而家今日咧睇到各大傳媒嗰個放風咧，就今日嘅放風咧，傳媒嘅放風咧。就偏重於好似係黃德森嘅能力上啦，
不足啦嚇，唉，真係睇嘢唔夠宏觀啊，唉，又處理文件又吃力啊咁。其實呢樣嘢真係話處理文件又吃力，嗰樣吃力啦嚇，即係做唔到嗰樣，我覺得真係有啲攞嚟講。體育專員個位D3首長第三級，人工21萬多嚇，21萬月薪。你請佢翻去寫 paper 寫文件，唔係嘛？D 三級咧，以政府嘅編制咧，通常就係副處長啦嚇，就係、是、類似咁嘅職級。下面有幾多少人去幫佢做嘢咧？使唔使佢自己落手落腳揸住支筆去寫文件咧？其實一定係有好多人去幫佢做呢啲輔助性、支援性嘅工作。咁佢咧去即係最後咧，佢要去即係執頭執尾啦嚇。當然佢要認同咗份文件咁先出街，即係唔會話佢嗰晚翻去自己要鬥份 paper 出嚟噶嘛。下邊咁多人幫佢，咁所以話佢寫文件寫到好吃力咧，我就即係有啲拗頭啦嚇。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咧就顯示咧就嗰種嘅放風啦嚇，就係想導向大家去一個乜嘢嘅方向。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就係清楚嘅。嗱咁講翻咧，黃德楊潤雄咧嚇，具體其實佢點樣講咧？今日咧即係出嚟嘅時候點講黃德森嘅離職咧？楊潤雄係咁講嘅，佢話體育專員咧喺九月初正式向我哋咧表示希望早啲離任，俾我哋嘅理由咧係個人考慮，個人理由。我哋咧亦都尊重佢嘅個人原因。經過考慮之後就接受呢個安排。咁而家就由兩位首席助理秘書長分擔佢嘅工作，直至本月19號，因為咧佢喺呢段時間就正在休假。咁楊潤雄亦都話啦嚇，佢嘅離任咧同體育措施係冇關係嘅，呢個係一個個人嘅理由。喺香港咧，我哋都有選擇工作嘅自由嚇。佢就喺咁嘅情況之下講啊，香港有執業自由。嗱，佢從楊潤雄嘅講法咧，咁大家睇到咧，佢就話黃德森咧係九月初辭職嘅。嗱，呢個九月初辭職咧，從尋日即係我拍嗰條片講過啦，升到尋晚咧出咗個新聞就話咧，黃德森咧係尋日咧辭職嘅。咁呢兩個講法咧，我唔可以話佢矛盾啦嚇，即係但係起碼有啲唔係太吻合。9月12號，即係如果尋日辭職，算唔算係九月初咧？好似有啲麻麻地喎咁。嗱，講下即係佢辭職嗰樣嘢咧，辭職嘅時間咧嚇，有咩關鍵咧？尋日咧個新聞咧就出咗嚟嘅時候，就有幾多我哋講幾多啦。咁尋日最先就話，有線新聞喺夜晚啊8:02咁啊出咗呢個獨家報導，就話咧黃德森咧嚇就辭咗職。咁跟住咧，星島咧就有跟進報導，就提到咧嚇，就阿黃德森咧係據佢哋了解就尋日辭職嚇。咁跟住咧，政府咧喺大概咧9:40咧就出稿咧去公布呢件事，咁都係被動式回應啊，因為成件事都出曬街啦。咁啊，傳媒應該係不停咧就走去問政府啦，咁所以點都要俾個回應。嗱，如果尋日咧睇到呢個時間點咧？哇！咁我自己有睇法就話，咦？哇！放料嗰個都幾決絕喎嚇。嗱，你諗下，一方面尋日辭職，仲某程度係即走喎嚇。嗱，表面上咧，如果根據政府嘅講法咧，如果我尋日去重組就話，如果尋日辭職，咁啊一個禮拜後走，其實即係都已經好決絕噶啦，7日前通知。咁但係咧，而家根據今日的報道，甚至楊潤雄自己都出嚟講啦，原來咧佢呢個禮拜咧係放緊假嘅，咁即係咧佢係呢個禮拜都唔翻工，所以佢已經喺生理上咧嚇 physically 咧佢已經離開咗政府噶啦，佢冇再翻工噶啦。咁呢個真係簡直就係即走啦嚇。咁所以如果你而佢即走而尋日第一辭職信咧，馬上咧呢個消息咧當晚咧就曝光就放咗出嚟。無論是誰個放呢個消息出嚟咧，我覺得佢都真係放料嗰個係相當決絕啦嚇。究竟是黃德森呢邊啦，定係政府公務員呢邊啦嚇？哇！因為佢放佢喺如果真係尋日遞辭職信，而佢即晚放呢個消息出嚟咧，個客觀效果咧就係咧根本冇彎轉啊！而當時就亦都好要值得留意喎。阿局長楊潤雄係唔喺香港噶，因為佢係上咗北京3日，咁今日翻嚟，
咁即係喺一個咁嘅情況，哇！就放咗個料出嚟，咁等全世界都知道。咁即係就算局長咧想挽留啊，或者點咧嚇，都咧都唔可以。咁但係今日咧，即係如果你再睇翻咧，咦？今日阿局長就話九月初，咁會唔會話即係尋日辭職嗰個版本咧，唔係咧最準確咧，係可能較早啲咧嚇？嗱，如果係咁咧，咁就有另一個嘅諗法啦。嗱，如果係阿局長唔喺香港嘅時候咧，而這個體育專員咧嚇嗰陣時遞辭職信，而遞完之後咧即刻即走嚇，即時劈炮，只係有七日話假期咧，理論上話七日通知，但其實就放緊假咁啦。哇！呢樣嘢都真係喺政府裏邊咧，我相信係發生咗啲好大嘅事啊！如果唔係，冇理由，即係如果以一般嘅高層職員嚟講啦嚇，咁成個局嘅一局之長去咗北京做訪問公幹嘅時候，你等都唔等埋佢翻嚟，就咁劈低封辭職信嚇，同佢 say 個拜拜都冇，咁就走。嗱，如果出現呢種情況咧，就顯示真係有一個好大嘅衝突咧，先會發生呢件事啊！如果唔係禮貌上，係咪都等阿局長翻嚟咧嚇咁？所以如果佢真係尋日遞辭職信，好似升到嗰個嘅版本咧，咁就好大件事。政府裏邊一定係有一個咧炒咗好大鑊先會發生。咁嗱，呢個係一個情況。但另一個情況咧，就好似楊潤雄講嗰個情況咧，就話如果佢係九月初就遞辭職信嘅，咁政府咧就經過考慮咁啊，咁接受咁啦之類。咁咧嗱，咁就有另一種唔同嘅講法。嗱，咁呢個版本咧，如果你睇翻楊潤雄嗰個行程咧，有一啲補充資料喎。嗱，楊潤雄今次去咗北京三日，其中一個行程咧係見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啊。咁啊係前日見嘅嚇，咁所以咧係即係更早嘅時候見咗。嗱，咁咧咁就唔同講法啦。嗱，因為可以係楊潤雄在香港的時候，黃德森就向他遞了辭職信。不過呢，對局長來說，喂，我跟著就去見國家體育總局了，可不可以給面子，這個消息呢不要公佈著，就等他見完呢國家體育總局之後呢先公布。因為如果不是很尷尬的嘛，即是見國家體育總局的時候呢，哇，即是無啦啦，原來剛剛爆出咗體育專員劈炮咁嘅消息嘅時候，即係面子上點咧嚇，即係好尷尬啊！咁所以，但係而家唔係嘅，起碼咧公眾係唔知道。咁我相信咧嚇，我相信如果佢真係遞咗辭職信咧，事前咧，我估楊潤雄咧嚇就係已經同國家體育總局咧係講個聲先嘅啦。講完之後咧個消息，然之後先曝光啊，放料出嚟嗱，咁咧咁樣咧就前文後理咧。個鋪排咧就正路好多，合理好多。咁而如果真係咁嚇，即係喺楊潤雄上京之前，黃德森已經講咗要走啦。咁但係咧就應啊楊潤雄嘅要求咧，就等佢咧呢個訪京行程結束之後啊，即係主要就係見完國家體育總局之後咧嚇，先至曝光啊，先至俾公告天下。嗱，呢個如果真係呢個版本咧，某程度係更加引證咧，就係今次咧，即係從局長嗰句佢香港有擲業自由啊嘛，即係少少地晦氣呢個説話咧，可以顯示咧今次表面上和平分手，但其實咧都唔係太和平。咁因為都係單方面提出，從政府啊，起碼局長嗰方面咧係唔想咧黃德森咧去離開嘅。咁我覺得咧依個咧就可以理解，因為咧嚇。你從政府的角度去想，唉，即係又不算咧嚇，又好有亮麗的表現，但係起碼你不要去製造麻煩啦，係咪啊？咁一個體育專員在未滿任期之前就突然間劈炮，三年合約做了三分一啫，做了一年啫就劈炮，我想無論如何都不是一個正面消息嚟噶嚇，即係唔係一個打锣打鼓啊燒炮仗的好消息嚟噶嚇，呢個咧就絕對係一個負面消息啦，對政府嚟講，哇點解佢走咧嚇？即係政府有搞緊乜嘢咧嚇？裏邊即係咁，所以咧對政府嚟講，即係就係官僚啦，就算點啊，其實都唔會，都希望黃德森捱完嗰個三年合約啦，係咪？咁所以依樣嘢咧，係更加印證今次嘅走咧，就係即係我覺得黃德森咧，真係已經去到可能忍無可忍嘅時候啦嚇，都
劈炮啦嚇，辭職啦咁，呢個可能性咧，暫時而家睇到咧，都係咧嚇最高嘅。咁而政府出到嚟咧，表面上嗰種我話相對都係得體啊，即係好似樣都以和為貴啦嚇。咁都係一個危機處理嚟嘅，即係唔想呢個負面消息擴大啦。咁呢樣嘢，因為如果互相嘅公開再指責或者點點點啦嚇，個負面咧就再擴大咧，咁呢個唔係政府樂見啦。咁另一樣嘢咧，都係形勢使然嘅。你想想黃德森的太太是哪位呢，就是香港第一位在奧運拿到金牌的李麗珊。現在剛剛巴黎奧運剛剛完，香港都因為巴黎奧運都湧起一個小小的體育熱，又拿了兩塊金牌兩塊銅牌回來。政府正當就乘勢就想去催谷下體育，因為明年第一季這個嘅啟德體育園亦都落成啦，正當喺度想大做呢件事嘅時候，你話政府想唔想同香港第一位奧運金牌得主去抹面呢？咁李麗珊同政府嘅關係咧，亦都係一向啦嚇，係相當良好噶嘛。咁即係政府亦都唔會想咧嚇，就變成兩邊指責咁啊，即係之類咁。你得罪了李麗珊，令到個關係破損咧，咁對政府都唔覺得係好事。咁所以咧，佢表面上出嚟咧，都係嗰種咧危機處理啊，即係所以樣都係我話好得體嘅，又多謝黃德森啊，又多謝佢貢獻啊之類咁樣嚇。咁不過咧，即係喺呢個表面之下，裏邊嗰種放風就另一回事，就好似陳國基啊，政務司司長啦嚇，今日出嚟，其實佢就話貢獻多謝黃德森過一年的貢獻。不過呢，其實記者當時的問題就是，今天很多報道就說黃德森呢即處理不到文書啊，很吃力啊，即矛頭都是指向黃德森能力不足的問題呢。其實司長呢都是沒有護航的，他純粹就是，多謝他過去一年的貢獻，他沒有去指識那種的放風，即於是他所以這種態度都好像就是，繼續風繼續吹啦，即是一種這樣的態度。這種呢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個的圖畫了。不過跟著還有一個問題呢是值得說的，因為這個是更加涉及公眾利益的，就是黃德森那個位置會怎麼安排，未說這裡之前呢就說多一點情況，就是究竟就是其實現在去到這裡呢，即使你說黃德森是辭職的，是劈炮的，還要即走這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今天當這個新聞曝光之後，我就上去看一看一個資料，因為我在想，如果理論上你說黃德森跟公務員那裡是融合不到，即是有爭吵，那矛頭是誰跟誰爭吵呢？那多數就不會是局長，因為始終局長即是一局之長，做一些事是另一個層次的工作。但真正落手略的具體的工作，如果以黃德森一個 D3 的體育專員的對口單位或者直屬上司，我相信常秘都是更加關鍵的，因為常秘就真的負責裡面實際工作實務的打識。那我就發現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常秘咧，係邊位啊？邊位係即係呢個嘅文體旅局嘅常秘書長咧？佢就叫做咧沈鳳君。我相信咧喺公眾嚟講唔算太熟悉啊。咁呢位沈鳳君咧，對上一個職位咧係旅遊事務專員嚟嘅。咁但係咧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做呢個嘅局嘅常秘咧，唔係做咗好耐。佢係2024年，即係今年7月29日咧開始先出任常秘呢個位嘅，即係佢做咗，如果而家嚟講咧，即係個零月新官上任。咁對上一個呢個嘅文化體育旅遊局嘅常秘係邊個咧？佢就係黃志祖嚇，咁啊曾經做過新聞處處長嘅。咁呢位黃志祖咧就剛剛就喺7月底嘅時候咧就退休。咁所以常秘咧就換咗人。嗱，如果咁樣睇咧，件事咧，就有一個可能性啊。因為好明顯啦，即係如果黃德森舊年入政府嘅，舊年8月，即係當時咧就係黃志祖咧去做常秘嘅時候，咁黃志祖去請
有份啦，起碼嚇誒，而且一個好都關鍵嘅即係位置啦，去請呢個嘅黃德森去做體育專員嘅。咁但係嚇，即係七月底之後咧，就轉咗人啦，就一個咧叫做咧嚇沈鳳君嘅咧去做呢個常秘，即係黃德森係換咗老細嘅。咁成日都話啦，一朝天子一朝臣啦嚇，新官上任有幾多把火咁樣啊？咁會唔會就係如果今日啲風成日傳佢啦，融合唔到公務員嘅文化啊，即係話同公務員有拗撬啦？咁就係因為換咗一位常秘咧，同呢位常秘咧嚇唔係咁夾，咁所以就出現咗今次嘅辭職，今次嘅離開啦。嗱，咁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咧，絕對係有機會咧係咁樣發生嘅。所以即係我提供呢一種嘅可能性啦嚇，即係完全唔可能去即係唔即係如果常秘係換咗人嘅時候咧，咁會唔會影響局裏邊好多嘅大事小事啊各樣嘅安排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不容咧忽視嘅，就係、是、所謂咧嚇駱駝最後一根稻草啦。咁可能之前都已經係即係互相嘅文化都有碰撞噶啦，咁啊可以去到即係換人嘅時候咧，就更加尖鋭係咪咧？因為始終譬如黃志祖請啊。黃德森的時候都即係都互相的容忍啊，或者互相的包容啊，係嘛？可能嗰個耐性比較大。咁但係換咗新人，會唔會就係、是、另一種嘅處理咧？始終咧，其實大家亦都知道，真係任何一啲人嚇外邊嘅咧，去空降入政府部門咧，始終都係咧有這樣那樣嘅啲碰撞嘅。咁啊，回歸之後咧都傳好多噶啦。當年啊，梁錦松做財政司司長啦，甚至馬時亨啊做呢個嘅局長啊，即係副務局嘅局長啦，財經事務局嘅局長嘅時候咧嚇，都有咧即係曾經咧需要啲嘅磨合，譬如。那松就要直情即係因為呢個加税前買車嘅事件走咗啦。咁啊，馬時亨咧亦都爆出一個咧仙股事件，就係當年同公務員啊嗰個合作度咧，即係有啲嘅講法就覺得，馬時亨都有少少食咗死貓咁啦，就嗰度都係一啲同公務員嘅融合嘅。咁不過咧後屘咧，馬時亨咧嚇就係因為佢做人都好圓滑啦，好圓潤啦嚇，咁啊轉危為機，咁啊後屘又融合到。咁但其實都唔淨止啲局長、司長噶，連特首董建華或者梁振英呢啲屬於空降入政府嘅咧嚇，都係傳出過咧嚇，同公務員嘅團隊咧有這樣那樣啦嚇，一啲未必能融合到嘅嘢啦嚇。咁呢啲就非常長嘅故事。歷來咧，其實由外邊入去主要係商界啦嚇，入政府咧最成功嘅例子係邊個呢就係唐英年啊！嗱，呢個咧就係百分百咧就融合到啊，從來冇聽過同公務員有咩拗撬啊！呢個就公務員係好歡迎佢。咁原因係點解咧？其中一樣嘢就真係啦。咁唐唐咧嗰個做事作風就係、公務員話點就點啦。咁啊，非常之咧同公務員係非常之合拍嘅。咁所以咧，唐唐又去做局長，跟住做司長嚇，係同公務員咧就如魚得水啦。公務員係好喜歡呢位咧空降而嚟嘅上司嘅，因為佢係絕對放手，你就做啦嚇，你用你嗰套啦嚇咁，所以依個係最成功嘅例子啊。咁但係呢個就係另一種嘅情況啦。咁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呢樣嘢。是不是就是这样呢跟換常秘有没有关系呢这样东西这个就是我分析啦。我不知道遲些会不会可以看到各大的報章有消息 去揭露更多的內情给我们听。跟着最后就要讲一个我就觉得是公众利益的问题就是这个位置究竟之后会怎么安排。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呢首先先讲局长今天他的讲法。局长今天很强调黃德森的離開咧嚇，對體育政策咧係完全冇影響嘅。咁啊，因為咧一來就係成個係團隊工作啦嚇，二來咧就係咧而家啲即將未來嘅工作咧都有咧有其他人負責緊嘅。例如咧嚇，傳媒其中關心嘅就係、是，出年咧係有個全運會啦，咁啊中國主辦全運會，香港都協辦嘅，咁啊楊潤雄咧就講到唔使擔心，因為咧。之前那位的體育專員即是前體育專員這個的楊德強其實他現在是被委任做了這個全運會的小組組長即是政府是請他做一個這樣的位置所以呢
就是他會負責統籌這件事啦。事實上呢，這個全運會呢是出年11月，所以現在距離現在還有年多的時間。跟著呢有件事呢，局長沒有說，但是呢看傳媒就在這裡放風。傳媒今天呢放風是兩樣的，第一就是前任體育專員楊德強呢就會做緊呢個嘅統籌全運會啦，嚇佢係做緊嗰個全現任全國運動會統籌辦公室主任啊，楊德強嚇，咁佢專責跟緊呢樣嘢啦，所以唔需要擔心啊，楊德森，王德森走咗。另外咧，更加迫在眉睫，我尋日提過，更加近嘅咧時間點上就係啟德體育園，因為嚟緊啦嚇，出年第一季就開幕。咁呢樣嘢咧又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統籌啊。咁所以政府放風就話咧，呢樣嘢都唔會因為王德森嘅離職咧而受影響。咁我想問啊，如果即係講到咧嚇，佢嘅離開咁冇影響，而嚟緊啲大嘢咧嚇，又全部有呢個又有阿楊德強跟緊，嗰個啊陳國基統籌緊。咁點解我哋仲要請一個體育專員咧？喂，佢月薪21萬嘅喎，即係我就想問政府，即係當你咁樣出嚟講嘅時候咧，咁唔受影響，咁係咪呢個職位其實可有可無？咁係唔需要有咧？咁咪幫每個月納税人慳翻嗰20幾萬咧？嗱，因為唔淨止係個月薪20幾萬嘅，咁仲有其他嘅福利啦嚇。即係我唔知佢份約，因為3年合約係咪仲有約滿酬金添啊？一般政府都有啦嚇，咁所以嗰度係又係一筆錢嚟喎。咁所以既然如果樣都冇影響，咁點解又要即係有呢啲位啦嚇？咁所以政府個講法會唔會係有啲矛盾咧？即係如果真係咁唔受影響，就唔需要要啦，幫納税人慳呢個錢啊。但係事實上係咪就係咁可有可無咧嚇？咁另外咧楊潤雄也提到啦，即究竟呢個位啊，即記者就問佢啦，仲需唔需要有體育背景的人去出任呢個位啦？因為另一方面咧，就大家而家出嚟嘅放風又話佢呢個嚟自做過精英運動員嘅王德森係同公務員嘅團隊融合唔到啊嘛，咁所以記者今日都係環繞呢個話題咧，都有問啊楊潤雄嘅，咁楊潤雄就話咧嚇。當年去年他們是很想請一個有體育背景熟悉體育的人士去出任這個專員的位置，不過這個就是關鍵了，他就說不同的人對背景，不同人的背景對一個工作有不同的貢獻，我們過往一直以來都是希望找一個體育界比較熟悉的人士做體育專員的工作，希望根據他對體育界的認識推動體育工作的時候能夠更加有效，但是呢我們會看看體育的發展不同時期呢可能對人才的需要本質都有些不同，這個說法呢就似乎好像告訴大家聽，以前覺得想要熟體育而已，現在可能未必需要，今天呢即昨天其實已經開始有這個風聲了，今天傳媒也更多這種風聲，就說政府呢都即見過鬼怕黑了，不想再找體育界的人了，就可能找回自己政務官內部就找個人去做了這個位置。現在楊潤雄的說法呢就似乎就吻合這種的情況，不過即都是我剛才說的那句啦，如果你說到這麼可有可無，這麼多重要的工作都有其他人在做，那是不是還需要請一個20多萬月薪的人去做呢？咁呢個咧就嚇有財赤啦，咁係咪應該幫香港人慳下荷包咧？好，今日咧同大家傾呢個問題，傾到呢度啦，拜拜。